我系 Selina。系啊，我系 Alex 啊。唔好意思啊，妈。迟咗少少。依度系咪有咖啡啊、嘢饮嗰啲噶？又迟到，咁点啊？你又系行过嚟噶？唔系我踩单车嘅，所以就迟咗少少啦。咦，仲唔记得锁翻个单车添？踩单车都算系几环保。我问你啦，点解你会适合做我哋嘅代言人啊？YDC 我都用了40年噶啦，而代言人嚟讲咧，得唔得？咁即系我哋点解要请你呢？因为我靓咯，你哋睇下。同我哋啲时钟有咩关系？其实你有咩专长啊？我扮声几叻嘅。我扮二胡声俾你听啊！Next， 下一位啊！你有我电话噶嘛 ？call 我啊 ，call 我。你系 Louis 啊？嗬？系，我系 Louis 啊，咁多位 Judges 大家好，今日做咗少少都唔好意思。后生仔啊，后生仔，准时就系好紧要嘅。不过你又做好得滞啫。系啊，咁啱今日我揸车。你架车入油啊，咪伤害咗大自然咯。做得我哋 YDC 嘅代言人啊，除咗对时装有热情之外，是不可以伤害个地球和污染个地球的，知冇？唔会，我架车充电的，又快又环保。哦、，mini electric 啊嘛，头先出面跌落你架车。或者你讲下点解我哋要请你做代言人呢？其实系你啦，就系你啦，你就系我哋 YDC 的未来的代言。多謝，